啊，你好，陆先生，我是美丽都地产的客户经理向青，想跟您沟通一下您要买的这个房子具体的一些事项。哎，李小姐，首期房的这个付款比例和二套房付款比例啊，它是不一样的。对，您看您有没有时间，我给您详细的讲讲。每日楼市60秒，全国楼市都知晓。二手房价格2年降幅超百分之十。政府部门对于加快推进旧厂改造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二手房交易哪里最活跃？深圳居首，上海。规范房产市场交易，提升百姓居住幸福感，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梁阿姨，你哪个情况啊？我还是觉得你先选择学区房。你别着急嘛，都是会有办法解决的。王姐，吉祥地产的小关已经到了。哎，我跟你们改时间了呀。啊？我得先去做个 SPA，估计最快都要2个小时，有没有问题啊？哦，没问题，没问题。小关不急，等您。客户赶时间了，怎么又不通知我呢？我忘了，我是脸都没顾得上洗。你到哪儿了？哥，那什么，我今天再干我真去不了了。哥，那喂，喂喂，这破信号，这俩小时你让我干嘛呀？早知道我洗个澡再来了。喂喂。王女士，嗯，你看啊，这一楼啊，主要是这咖啡厅阅读室，咱们这边都是大玻璃窗，窗外全是绿色，所以视野特别开阔。而且因为咱们在山顶，可以俯瞰山下。这一间整体的装修风格就是日式榻榻米风格，这一间是新中式风格。二楼一共有9个房间，风格上没错，然后每个房间的风格啊都不一样。嗯，哎，这间呢？嗯。房东不是在办移民吗？他来回跑，就把自己私人物品锁在这一间里头了。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把照片发给您。哎，这边请，你去看看泳池。嗯，小心这个街啊。嗯。我这还给您做了一份详细的规划案。不错呀，你们现在中介地产的资料都做这么详细了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你不是吉祥地产的吗？那刚才电话里说的你们不是同事吗？哦，我们是同行。这什么意思？您找我买房呢，第一质量肯定有保证，第二我的服务也好，但是其他人我就不能保证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关他这个别人的事儿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在我们这行他可是个名人。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走。行，好，那您再考虑考虑。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哎，你别动，
站住！说你呢，给我站住！你站住！你在抢房啊你？房主是马伟国，你哪位啊？不，这是我代理的房源，而且那是我老客户了。中介在业主家私自洗澡，我这样一不小心手滑发一微博，你再告诉我一遍，房源谁的？哎，我车呢？你别不走走。哎，我说怎么看那么像？干嘛呢？你别跟我走，你不把话跟我说清楚，你今天不能走。哎，那我衣服呢？闹事了，你们别跟他们较劲啊！和气，和气生财。美丽都地产重新开盘，美丽都地产重新开盘，美丽都地产重新开盘，吉祥地产全国开满，全国开满，美丽都地产世界开满，世界开满，吉祥地产宇宙开满，宇宙开满。你们才十个人，才错一字。骂谁十个呢？就骂你们这帮黑中介呢！谁黑中介？还有你！谁黑中介？谁黑中介？谁黑中介？拿了！谁黑中介？我是全球开盘，美丽都全球开盘，阿鲁南救我！昨日在杨桥闹市区附近，一男子当街裸奔，造成群众围观。我台再次提醒大家，拒绝不当行为艺术，共建和谐文明社会。仙儿啊，哎，老家是哪儿的呀？张家口啊，好地方，冬奥会的举办地。是，要不啊，你回去吧。别呀，经理，我这还没为重庆做贡献呢。你别这么说呀，交所同事打架，业主家洗澡，还有这，当街裸奔，你给重庆添堵呀。你也是咱们公司的老人了，业绩跟不上，叫你带个新人，你看看你把他们给我带成什么样。我不是也是为了给咱们店争光吗？那你争光，你倒是往赢来打呀，给我。人少。哎，经理，经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经理，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卖不完这些，都滚蛋。经理，这什么意思？我说这卖不完，真得走啊！放心，这不有我呢吗？可我觉得他这是故意刁难咱们。哇，都卖不出去烂尾房啊！就你们俩，老爱找这些客观原因。他多烂的房，总也有优点吧？你看这房，紧凑精致。你看这房，它充满故事。你看这房，温暖潮湿。你们看这房，南北通透，明厨明卫，格局方正，价格低廉。我就说吧，哪能全是烂尾牌啊？这不是妥妥一损牌。
说咱们这几套房，先卖哪套比较容易啊？我觉得咱们换个工作比较容易。你觉得呢？你觉得咱们？王女士，那咱们就明天上午9点在国服大厅见面了。好嘞，好嘞，感谢。好，谢谢。嗯，那明天见。好，那你走啊。哟，先抢同事的房，再抢同行的，这钱赚得烫不烫手啊？哼，各凭本事卖房，有本事你也抢我的呀！怪不得你们同事都不喜欢你呢。会打起来吧？你跟他说什么了？网上搜索“黑中介”仨字儿，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你的名字，还需要我跟他说什么吗？对，我是黑中介啊，但是我就问你啊。你那天怎么知道我跟王姐约在那个别墅的时间的呀？除非你在我之前就已经进了那别墅。向青，哎，别动。明星也在啊？你找我的员工有什么事儿吗？你的员工啊？我是这家店的新店长，没想到头一天上班就碰见老熟人。原来是这样啊！那杨总想要那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你看，哎，我这还有四套呢，你看看你要不要？没事，别找事儿了。吉祥地产重庆开满，吉祥地产重庆开满，吉祥地产重庆开满。说你呢，别找事儿。怎么了？你这就回去。还是杨总说的对，啊，听人劝，吃饱饭，回见。你没事吧？没事，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好。你屋头水龙头修好了吗？该换的嘛换了嘛，你不是会装修的嘛，该整理整一下嘛。有南北通透，民住民卫，一定挨到地铁，不能太贵。这个阳台、露台啊，都得配备哦。还有绿化覆盖，安保一定要到位。你二位是搞曲艺的吧？我们家是开麻将馆的。在您的预算范围内啊，目前能符合的也就是这一栋了。这个房子能给老拿点房吗？这个呢是公安局原来的家属楼，房子是老了点儿，但这安保可是咱全市数一数二的。每套房子肯定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但是咱们这套房子呢，这个房主他原来有一些债务纠纷，现在房子里的这个情况吧，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其实咱们这二手房最要紧的还是看位置，是吧？到时候回来反正也都得装修。你搞的房子装修，看不用装的。妈，你打
下，姐姐一下想数叉。哎，二乖。哎呀，看你干是什么？服了。我到边边去看一下。来，请请请。哎，老公，我们直接搬进来住就行了，啥子都不用买了。哎，顺子，你看。你们公司有哪个相亲的？把他给我叫出来！把他给我叫出来！别墅跟我抢就算了啊，这种烂房子他还跟我抢，真是不要脸！太不要脸了！说谁不要脸呢？说了就是你！那个房子我都装修了好几天了，你就趁我出去买个灯泡的时间，你就把它给卖了。同一片区域房屋资源共享不是你独家的，对吗？凭借口碑，客户自己选择中介公司，客源共享也不是你独家的，对吗？各凭各的本事卖房，我没有什么下不去手，对吗？那都是因为我装修的好。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即便你不装修，那房我照样卖得出去。那你把那个我装修的那个钱退给我。不给我钱，我今天我就不走了。什么呀？哦，我这个最近有点这个便秘。我跟你说，要不是今天你们给我喝了一杯毒水，我看你们没完。梅姐们，听说你上礼拜又替金总收两套低价房，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呗。我也就是运气好，正好赶上那房东急用钱，捡漏。怎么办？嗯，我怎么碰不上这好事儿？你是不是傻呀？人家那是谦虚，债务纠纷，凶宅闹鬼，切断可原，这都叫人为制造漏，明白吗？啊。你又懂了是吧？必须的。收底收底收底。嗯。该谁了？快点。不。莫儿。嗯。老干部家属楼那套房收的怎么样啊？快了。跟房东耗着呢。不对吧？听说已经卖给别人了。不可能。那套房我整的跟债务纠纷似的，谁敢买？向清是你们店里的吧？要不要回去问问他？你找我？去。那套有债务纠纷的顶层是不是你卖出去了？对，到什么程度了？买家交了定金，拿了钥匙，约了明天上午去过户。取消掉了。为什么？那套房我答应了一个大客户，也卖给他。交定金了吗？这不是定不定金的事儿。先到先得，公平竞争，一房两卖是要吃官司的，杨总。倩儿。咱们是同事关系，以后请你叫我全名。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我先出去了。走，回家。来，滚，下班了。哎，快走。
哎，啷个的？又开始了你。玩笑玩笑哈，走，回家吃饭，嘿嘿。刚欠费就锁门啊！大晚上的我去哪儿缴费啊？喂，哥，真让你说着了。房地产界劲爆新闻大放送。美丽都地产女中介向清夜宿代售房屋为哪般，冒着中介行业的大忌，到底是别有动机还是另有隐情？今夜让我们来一探究竟。不在餐厅，也不在客厅，那必须是在二楼。瞧瞧瞧瞧，这叫什么呀？这可是实锤啊！各位老铁啊，虽然这女的挺讨厌的，但是咱们偷拍人家洗澡，这确实有点不太道德。那咱们就在这儿瓮中捉鳖。收多少钱？我收双倍。慢走啊！慢走，回去，快回去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慢走啊！谢谢啊！你别告诉我你今天晚上打算睡这儿啊！还不是你害我吗？有家不能回呀！起来，起来，带你去地儿。算了吧，那长椅还挺舒服的。
青，你别吓我啊！我可是无神论者。小青，小青，在哪儿啊？别人给招来了，你玩我是不是啊？啊，你是不是玩我啊？哎，我觉得啊，咱俩得好好谈谈，啊。不是，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搁这儿干嘛呀？吓人啊！这样别人也不敢进来了。你说你这个最近这个天天的跟我作对，你是不是看上我了？谁给你的自信？反正你们黑中介还来不及呢。我黑中介，你这个到处睡客户的房子啊，还把人这整得跟鬼屋似的，你白。又不是我整的，我来的时候就长这样了。哎，你说你这个建着房就跟没了命似的，你不琢磨琢磨把这给卖了？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店长自有规划。什么店长？你说杨金墨是吧？那孙子，他除了出出坏主意，能有什么规划呀？我提醒你一句啊，我好心收留你一晚，并不代表咱俩可以心平气和的聊天，知道吗？我也并没想跟你成为好朋友。那太好了，睡觉。我警告你啊，老实点，别动什么歪念头。啊！玩我是吧？喂，吴先生，说好的今天跟房东过户，什么不要了？为什么呀？大嘴，住口！大嘴，哎，大嘴，大嘴。起了吗？那套房我答应了一个大客户，也卖给他。昨天晚上还一直。你好，美丽都地产。小青打了店长，被抓进派出所了。耶！好人都是我们的。杨金宝给打了，你来干嘛？那你还想谁来啊？就您那人缘儿？不是不是，你说你给你们老板都给打了是吧？那你同事什么的，是他们想来也不敢来呀。我就不一样了，我气死杨金墨。
来吧，都别拘着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们先喝一杯。来，等会儿等会儿，我先提一杯。大嫂，敬你一个啊。谁是你大嫂？说什么呢？不是都那样了吗？不是，这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是那天晚上我没地儿住，然后是人家收留了我。啊，怎么不收留我呀？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人女孩子把你给收留了，你怎么着也得给人一名分，是不是？就是。去，别理他们俩啊。就这俩货一直就这样，咱俩喝。那就不能喝这个了。爸爸问军队 ，Excuse me， 九三九 ，How do you do？ 全兄弟，不送大老婆。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你很丑，全是兄弟货。杜元同姐 ，Excuse me， 玲玲姐喝。玲玲姐，三月三，玲玲姐，三月三，世上只有妈妈好。好的，有度。杜爷同志，好的，有度。其实你很臭。Excuse me， 大老虎。我不玩了，太辣了。喝吗？不干不干，服了。您少喝点吧。你要是也喝醉了，我一个人可抬不动你们仨啊。其实有句话我都憋了一晚上了。你为啥打杨金墨啊？他怎么得罪你了？那他又哪儿得罪你了？这我们俩这事儿吧，这一句两句说不清。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作为一名中介，应该怎样跟客户沟通？过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举几个实际发生的例子。哎，这位同学，你赶紧坐下来，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好吗？这个月业绩不错啊，继续努力。哎，谢哥。你的。袁兴，袁兴，谢哥。那桌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黑中介。哎，谢哥，他们替那帮炒房团低价收房，在高价卖出。听说一单能挣十几万。嗯，他们就不怕被抓起来？抓谁呀？他们干完几单就换一家新公司。嗯，再说法人都找不着，跟谁打官司？我们都有卖的力气，都有兄弟。行，好嘞，放心。怎么了，明星？我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传票？有个叫孙婷的人告了我，说我串通买家恶意压低房价，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弄错了吧？没有，你看，有一家什么明星地产，这法人就是我，我自己开的公司，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我看呢，没准是个重名，可能是个诈骗的，没事儿吧？哎，你干嘛？
嘛？你别拿包垫子。不可能，身份证号都一样。没事啊，紧张什么呀？不是，我得去问问。上哪儿问去？找律师，实在不行就报警，总得问清楚呀。我开的，用你名义开的，算咱俩开的。明星，你听我的，法院要是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回家了，透过这段就没事了。我们之前就这么干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传票还不止这一张吧？你老纠结他干什么呀？这钱你拿着。回家多赖你，风头一过你就回来，咱哥俩一起挣大钱。你怎么变得跟那帮黑中介一样？小点声，行吗？不，哎，干嘛呢？这有点事儿。我们俩孩子，别磨叽啊。好，你先回，快点。好，马上来啊。你把钱还给这些卖家吧，要不然我就举报你。你还举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他妈有病吧你！后来吧，杨金墨反倒以证人的身份把我给告了，倾家荡产赔了一堆钱。那些卖家呢，也不同意和解，而且还找了记者上了新闻。就这么着，我成了一个人见人烦的黑中介。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啊？公司法人是我，合同签章也是我。而且杨金墨说我把这个账本的证据也给销毁了，谁信我呀？怎么了你？想什么呢？啊！我在想，你手上还有多少房源？要不然咱俩合作一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要抢我房子。跑道户型，适合跟公婆居住，两家离得远。谢谢阿姨。成功，合作愉快。日不落户型，找蔡依林代言啊！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不管是晴天雨天，咱们这儿永远恒温，最适合您的红酒储藏了。手枪户型，这是奇葩户型的鼻祖，哇，心电图一般的走势，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上下床都要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哎呀，又喝了，谢谢，合作愉快啊。临铁户型，要是不考虑噪音的话。也是南北通透，五脏俱全呢。这可以说是很强的户型了。哎，关明星。你觉得什么是好房子？好房子，户型好，地段好，价格好呗。不对，好房子是你住在这里头觉得舒服，躺在床上睡得踏实，别管干什么，每天都觉得心里特高兴，让你有家的感觉。所以其实房子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咱们只要帮他找到合适的人，那就是好房子。就差这最后一套了，跟闹鬼的永兴医院齐名，号称中介者。他是五年都没卖出去了，就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您让我给您找一个清静点的休闲房，我给您找着了。云志巅峰看万里山河，我要的是休闲。不是要成仙呐、啊！
建在山顶，没个七八个小时根本上不来。原始格局，远离世俗纷扰。我们只是不吃肉，没说饭也不吃啊。青山绿水，羔羊无迹，哪来羔羊之八死的恨？此句不辞寡，人抗李窝头。鸡是放羊了，我也被流放了，我还没处对象呢。完了，这下真有我卖不出去的房了。我跟你说，我这回可真没辙了啊！你说谁会把房子买到一个1000多米高又没网络，然后也没外卖，车上不去人下不来的山顶呢？是，你说谁会买呢？哎，完了，买小了，这玩意给你吧。啊？你试试。我们海报看一眼，看一眼啊！一个月包瘦20斤，这都是我们的学生，疗效疗效，上个月来了。你们保证这地儿方圆100里没有外卖？哎呦，这您妥妥的放心，别说外卖了，我保证一个青菜他都上不来。那这上山下山一趟就能瘦5斤？再加上心理疗法，10斤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呀，这个地方最适合办减肥中心了。那咱们拍个照吧，啊，好，好，来。我知道那个，你放心吧，没事就问。走啊，你们几个。来来来，明白。深一口啊，深一口。好嘞，放心，金总。我俩走去。哇，哎，山那边那块圈起来旧城改造的地，知道吧？知道，知道怎么又让人买了？我也没想到啊，5年都卖不出去的地，这不想着多压压价吗？结果给卖了。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你们想到了吗？没想到。那。让金总想想。知道了，我回去处理。来来来，走一个。上次抢房也是这波人。怎么那么巧？金总不听解释，他只看结果。走，这两人都跟你有关，自己的屁股你自己擦。
你得证明给金总看。李主编，给你报个猛料。坊间盛传原南科医院旧时闹鬼的传闻又有了新的进展。据知情人士透露，视频中拍摄到的男子正是3年前黑中介坑害客户案件的被告关明星。臭关明星让房东打砸店铺，对我们收永兴医院有什么好处啊？孙子兵法一石二鸟啊。他们来一石二鸟，我们就釜底抽薪。房东只在乎谁能把房卖掉。谁会高价买个鬼宅呢？你猜。既然他们造谣这里闹鬼，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把恐怖当作特点，密室逃脱，身临其境加角色扮演。如果开在这里，必然成为新型的网红打卡地。 VR 游戏只是满足视觉上的刺激，如果置身在实际场景中，沉浸式的感官体验更能放大想象中的恐惧。还有恐怖片剧组，现成的场景和宣传卖点，想想电影《京城八十二号》的成功，片方不动心也难。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找到合适的买家，没有什么房子是卖不出去的。喂，艾拔，眼睛在这总要电话，挂了挂了。王总，哎，您好，我是向青，嗯。喂，刘姐。什么？卖出去了？本来以为这一爆料就没人买了，正好压压价，结果没想到鬼宅反而成了他们的炒作点，还趁机卖了个高价。来，干了，干了啊！就那边那房啊，我12年的时候卖过，5000出头，你知道吗？那时候才5000出头，但是我这没钱吧？是，我这个，哎，你这么强，怎么不自己买套房啊？我买过呀，买过，你还到处住？分手的时候我没要。啊？你这么惊讶干嘛呀？我也没办法。房子写了别人的名儿，那为什么分的手啊？我能问问吗？出差，提前回来，捉奸在床。这么狗血啊！你这不止，我当时半夜临时搬出来，下着大雨，身无分文，但是幸亏手里有一套房源钥匙还没交，后来就住了一宿，住着住着就习惯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居无定所，你怎么能习惯呀？你我吧，有时候常想，人为什么要买房？花了大半生积蓄，还背一身债，值得吗？可是这城市太大了，总会需要有个地儿让你觉得有安全感吧。所以我四处住客户的房子，也是想看看别人的安全感是什么样的，而且还能提醒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得打起12万分的精神工作，努力挣钱买自己的房，到时候谁也别想赶我走。
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组合就算正式成立了。啊，这个名字我都想好了，烂尾楼终结者。你别笑什么呀？你以后呢，要是赚了钱的话，咱们就，啊，四六三七。向前，真的，我真的被你感动了。你想什么呢？三七，咱们也别三七四六的啊，就是我一分都不要，你都拿走。我信你才怪呢！你这怎么了？没事没事，我是经常这样。嗯，来来来，你坐。什么呀这是？看上去它是一盏灯哦，那给你啊，演示一遍。我怎么觉得 low 了吧唧的？它 low 就对了，这就是这种土味的浪漫。就真的，后边要是。赚钱的话，就你就先拿走，就先买套房。你老这么飘着也不是事儿啊。等到时候啊，我再给你做一个，是吧？更高级的。哎呦！哎呀，床这个电来了，来了来了，你等我五分钟。你干嘛去啊？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别深沉了，有什么话就说吧。辉哥，叫碗面。汤，麻汤。行。永兴医院这个项目，你退出去，我就不难为你。你还是难为难为我吧。明星，你挡的是金总的财路。金总什么人啊？你得罪不起。一脑袋进水，这些人你当众发什么钱？对不起，是我疏忽了，下次一定注意。对了，上次收的那些房翻倍往出卖，但不要一次性卖完，隔十套提10%。明白。那我回去。
你说那些个有钱人放点消息找点渠道，躺在家里都能挣钱，咱们呢每天风餐露宿，累得像条狗一样，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这是个有钱才有尊严的世界，我不想寄居人下，我只想成功。我错了。你说，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跟笑话似的？今儿晚上已经给足你面子，再不识抬举，遭殃的可就是相亲了。你动他一试试，动心了，真以为他跟你好啊？你再看看这个。这种人渣，你就这么轻易的让卖家跟他和解了？你不找记者去曝光他，这种人还会出来害人的。都是哥们儿，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方便我来。你混到今天这步，相亲可没少出力，不然你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中介，他凭什么帮你呀？把钱给他。你去哪儿了？哎呦，下这么大的雨，快擦擦！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都不接啊？啊？没事。你先回去吧。我有点累，我想先睡了。怎么了？没事儿。买家那边刚才打电话说，那个梁先生又打算把房子卖给金总了。我知道，是我让梁先生这么做的。你不知道杨金博跟他们是一伙的？我知道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啊？就这是我的事儿，你一直在这添什么乱？这跟你有没有关系啊？这事儿？你说的是人话吗？哎，我如果说人话的话，你是不是也得办人事儿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我当时不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但你后来知道了吧？你后来也没跟我说过呀。你们都是他妈觉得就是耍着我玩特别有意思吧？我。当时杨金墨说：“杨金墨，杨金墨，你直接说是你前男友不就得了吗？心里要是没鬼，你至于这么瞒着我吗？”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嘛。那就别说了，不就是因为钱吗？都在这儿，拿走。你也走。回到家里，有你抱我。
下半场的剧情会不会算命？还要走多久才能遇见未来的我自己？要怎样才能抓住每个艳阳天气？我们的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远去，若下一次再相遇，请别忘记。李经理，我对这个地方这个印象啊，六个字，极脏、极乱、极差。这个改造是势在必行，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让租户们集体搬出去。搬出去，然后这儿呢，改变成一个足疗街。我们这儿租户比较多，第一租期不一样，第二个人数也不少。你这个搬出去确实有点儿。恰巧我手里有一套宾馆改的单间，条件比这儿好多了，而且价格又不贵。你想啊，你让他们搬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住，搁谁谁不乐意啊？你真的是替我无疑，解决了大问题哦！用你说的办。杨总，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这个公寓啊？装修又好又便宜的长租公寓，这个世界上存在吗？杨振墨怎么来了？啷个来的？限期搬迁通知。万一小姐跟你一个星期不搬的话，还有师傅。哎呀，你这个逼小子，啥子啥子一个？我交两年的房租，哦，说搬就搬。租户都不搬走，咱们的改造合同怎么进行啊？起来，对不起，我起不来了。哎，
快点儿，赶紧起来，醒醒！着火了，是有个人。好不好？我们出去，贼都危险，好不好？您看看合同，没有问题的话就签。好，签签签。嗯，那咱们签。签签签。哎哎哎哎哎！不是，我说你傻不傻呀？你抢这点时间，那合同上甲方都没签字，你乙方签字有什么用啊？黄明天，啥子情况？没啥情况，我觉得足疗街方案就是胡闹，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让这一片的居民和租户都受损失，闹大了您这边也很难收场。所以呢，我们做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消除了安全隐患，除了满足居住功能，我们还设计了共享厨房、儿童游乐室、技能交换区，方便了租户们的居住和使用，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共享社区。可能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但这儿的每一间小房子就是属于我们在这个城市唯一的家。谁不讨厌脏乱差呀？谁不想让自己睡得舒服点儿？但是在这个城市最基础的工作，它总要有人去做吧？如果你们切断了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那倒霉的只能是大家。我问您，胖妹包子铺的包子好吃吗？如果你们把他们赶走了，咱们就再也没有好吃的包子了。好，这个好。关明星是一个被开除的黑中介，您连资质都没有，拿什么跟人家合作呀？是是是是，我这个是。哎，这个好像还是你给我办的吧？行。两年，两年就能回本。剩下的十八年就都是纯利润，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模式啊，最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可以复制的。怎么着？还来啊？有投资你们感兴趣吗？就相当于啊，我众筹你们的房租，我可以跟你们签一个10年的长租合同。我说张扬啊，你们的计划确实挺好的，可是2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连店面都经营不下去，哪有钱给你啊？你饶了我吧啊！可是经理啊，来你都地产，你的账号开门。什么部门？所有参与前期投资的人，我相信你了，老板，我相信你了，老板。而且我保证，没有人会赶走大家。你都别走啊！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月息是四分利对吗？那我能不能再多带点啊？那没问题，嗯，好，好，好。我一定都带齐。这儿吗？哎，在这里。小老弟还忧郁啥子嘛？那个价格，你周边穷京城都找不到。那个都是因为介绍，我才借给的，别个我也不得借给他耶。哎。你什么呀？哎，滚蛋！哎，啷个一点气候精神都没得哟？你是不是疯了你？要不刘磊给我打电话，打算瞒我多久？还借高利贷，给你厉害的！你知道这些利息能压死你啊？拿着，拿着呀！这是我买房的钱，玩砸了我跟你玩命啊！行行，我行你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带我回家吧。差多少啊？七十多万吧。大哥，你别撞了，头疼。我有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我啃老了。哎，我问我爸。要点零花钱，那我要是不出来闯闯，他非得逼我继承我们家的三个矿。臭不要脸的，平时连手指都蹭我了你。吃包子。嗯。给我来包子这儿。你的包子吃。嘿，你这重色轻友啊！我帮你吧，我来帮你，我来，我来，小心啊！哦，哇！慢点，慢点。来，行吧。一、二。还有包子来啊？这是给你的吗？你买了。你看这怎么样？漂亮，嗯，哎，刘磊，来了，叫你们叫我吃不了了，这我靠我，没关系，真的，是不是？
你来干什么呀？来给你收拾残局啊。什么残局？你等会儿我想想啊。使用劣质材料危害安全，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双方械斗，场面一度无法控制，工程无法继续，只能由我来接办。放屁！我们工人早就领完钱走了。谁说的？梁金木，你别太过分啊！我过分？我过分？杨金木，三年前你用我的名义开了中介公司，还让我给你背了黑锅，这些事儿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咱们的私人恩怨你能不能不波及到其他人？谁是其他人呢？向清是其他人啊，还是那些租户是其他人啊？你现在这个德性，有什么资本跟我谈这个呀？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记得金总说过一句话：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你笑什么呀？你先把脚抬起来。怎么样啊，杨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以强迫性租赁买卖房屋的带有黑恶势力的中介犯罪团伙，该组织头目杨某伙同多人，涉及妨碍公务、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纵火等118起违法犯罪活动，其背后主使者金某也被一并带走接受调查。明星地产，重庆开门。明星地产，世界开门；明星地产，宇宙开门。辛苦辛苦辛苦啊！明天开业就拜托大家这么喊啊！晚上会看电影吗？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别摔！我来我来我来。哎，你别慢点，管我！不管你了，电话赶紧接电话。是不是电话？电话一直响呢，你们俩干嘛呢？没人接电话。哎，喂，你好，明星地产，有什么能帮您吗？感冒了啊！哎哎哎，是，别说话别说。啊，是啊，是。到底怎么了？我们找到新的投资了。知名投资机构黄山资本联手明星地产，强势进军线上业务。海鲜市场改造大获成功。房管部门正全面推行可复制模式，增加城市温度，关爱底层民众，打造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火锅儿坐该走到点点儿，重庆人都喜欢蘸酱边边儿。不要给我说里屋头有啥子酒，喝的都是贵宾旗开三瓶漱口。喜欢耍外地人去吃几口，喝点酒就该那点儿全都有。山城的山到处都是弯弯儿，所以重庆城的娃儿个个都喊千般儿，棒棒儿棒棒儿棒棒儿姐，还是我们重庆最流行。棒棒儿棒棒儿棒棒儿嘿，葫芦店中真的很球毒。小人物早上起来说碗面上落，公交新轨挤得找不着，到了单位瞌睡要短路。他是一个总监，工作不能松懈，摆起笑脸态度必须专业。客户要来买房，顺便摆哈装潢，生怕漏说漏看介绍很长。他说做人还是要有底线，当中介不能张口就骗。开二手的车，买二手的房，对生活他还是有很多念想。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若去烧烤我们慢慢整，未来的路还是有点长，想当英雄也是有可能。
山，心